手，大声地对我说再见。火车慢慢离开月台，手机静物渐渐模糊。就在我要上车之前，听到有人喊着便当，哦，世上便当，时间定格在那一刻画面。世上便当捧在手上，温暖我的牵绊。世上想念就是我的力量，不管我在任何地方，你们就是我的方向。我会变得更勇敢，成功就在我前方，我绝对一定会努力前进，有一天我会站在你们的面前，大声唱我的歌，哦，牵着你们的手，共舞。梦想，我的思念也四处蔓延，在阳光洒下的稻田。